新的一句我来了就要让歌迷暴动了。Mansion 张惠妹今天惊喜预告，明年四月即将在高雄开唱，官方主视觉海报上也公开更多演出地点，六月伦敦、巴黎，七月新加坡、墨尔本、雪梨，以及十月的香港站，还有许多未公布的场次。大家最关心的高雄场次和开卖日期也会在近日揭晓。张惠妹今年四月一连在台北小巨蛋举办十二场演唱会，创下华语女歌手的纪录。十二场的最终夜，张惠妹用坚定的口吻对观众们说：“你们在哪里，我的演唱会就在哪里。”如今宣布明年将前进高雄开唱，让不少歌迷兴奋不已。